大家好，我是熊二，今天又来分享生活了。熊二现在呢准备去洗车，好久没有洗车了，给你们看一下我车啊有多脏，真的脏得不得了。因为最近天气冷了，所以没有经常洗，以前热的时候经常洗，现在冷了就难得洗，所以没有洗。在县城呢又舍不得这洗车费啊，还是回来自己洗，感觉自己洗稍微也干净一点点。所以今天虽然天气冷，但这个车还是要保养好一点啊，毕竟是自家用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去洗一下车，而且加上昨天拉那些小孩，我把我椅子那些弄得乱七八糟的啊，收拾一下这个洗车，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么洗车的，怎么保养车的啊。然后明天要去县城交那个保险了，啊，不知不觉买车呢也有一年了。本来呢在那个小卖部那儿洗的，但是他们家今天生意有点好，所以怕打扰他家的生意，现在要开到一个镇上去洗。那你自己洗车好像15块钱，这里呢，我们的一个镇上要检查这个核酸检测。这里是一个镇，洗车的地方距离还有1公里左右才能洗车。快要到洗车的地方了，前面就洗车的地方了，看有个大车在那里加水，然后这里还有一个休息站服务区。大哥帮我冲了一下，内饰特别脏，等一下把内饰搞掉。外观的话现在洗了，再过几天也就到处都是灰。开干，开始洗，洗车漂漂亮亮的。现在给你们看一下内饰，外观就差不多了。看，天哪，这都好久没有洗了，看到处都是灰。因为我们这边洗车都特别不方便，自己洗用不了几天就到处都这样的，会乱七八糟的。后备箱给你们看一下，后箱看都是乱七八糟的。今天把这个全部收出来，
给它洗。下面就是机舱家，给你们看一下我美丽的机舱家，看到没有？哇，这个天啊！大美丽波。这样去洗车去了，然后现在回到了这个悬崖村的山脚下，不知不觉买车也有一年了，明天就该交那个保险了。然后呢，熊二做自媒体也有几年了，粉丝也到20几个了。现在呢，通过自媒体，车子也有了，然后老婆孩子，一家四口，所以现在特别的幸福。在这里非常的感谢我的粉丝每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的支持与陪伴。熊二通过大家学会了很多很多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拜拜。